阿比亚得用的这些，爱金日的去，阿日日讲些，阿昨日讲些，玉龙寺日讲些，那些讲些阿木家日阿木木家日，阿拉拉讲哈就来学，就那点全部，蒙米的，那些讲些全部，爱金日上东去浪，那些就那点还能过你辈子吧，哈就能浪金嘛，阿拉拉就阿木就一三讲来学，那些阿是不一三讲来学，那些阿人讲自己去。 你别给他吃的单牛皮，还是拉小就那的，那上东青家家些，那爱金的上东去浪自己，天天阿拉拉呢，你吃个不能没米，没上个说就那些个，说些子不把，就莫那意思呢，可就看到那哈句话，一三下哈干么阿说就一三下拉些个，哈干么阿说别就那的，还是不，面上个说，个的个的个。 伊啥那些多呢？伊啥没那些别的？我都阿拉拉那他多呢？还是不那些个来学？还是不能那单牛皮外来学？还是不？还是不规律的那些个来学？就那点那那全部没弄干净，阿子什么国吧？就莫那些嘞，这个伊啥呢？还就哈，伊啥上东去，阿金的这个不，既然没那service，个都去，哎，电池多呢？个都去，就那点别国多呢？还是不没个米就？还是不阿没学？阿是不？得学？ 阿人讲自己去，让人打牛皮，还是不喊你吃了说，就那的，你上东阿没用，干嘛没用，那就那的没米可啷清是吧？就么呢？一三斤子上东不能，一三斤子不能吃个些，一三呢，阿老米些，阿不是就你的从家啷一三呢？